上班了啊。 表演了几十年了，训练这个吞噬的时候，就是狮蛇才可以表演。为啥子？因为狮蛇它不一个不开口，它不得活动嘛，然后在训练，训练成功表演也可以达到这个吞下去的不反胃不这些的，才开始就用活的了。就是我锻炼这个动作，就是要和蛇融洽在一起，所以我。 每一次在锻炼当中，我做的动作，走路的形状，都给蛇会融洽在一起。这个能吞蛇的呢，他就不一定能吞剑；能吞剑的呢，他就绝对不敢去吞蛇。 大家喜欢看，对我这个东西很感兴趣，那我肯定高兴噻，就证明我的表演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使大家开心，我自家受点伤、受点痛苦，都受点累，都不感到啥子，只是大家开心的话，我就觉得值得。